你出去吃饭，让你玩游戏，让你不回家，小样儿，看我不辣死你！光吃饺子了。嗯。老婆，你把你爸画成这样，你不怕他醒来了收拾你啊？这可是你说的哦。岳父岳父、嗯、你快醒醒，你看你女儿给你画的。老公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你把我们两个画坏了，你还是我画的。岳父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走出来